拉斯维加斯是一个被沙漠包围着的繁华都市，它有着庞大的旅游、购物、度假产业，博彩业更是举世闻名。每年来这里观光度假的游客多达数千万人。老知青自驾团到达的时候已接近傍晚，在短暂的游览之后，他们找到一个房车营地吃饭休息。就在准备吃晚餐的时候，一位老朋友的突然出现让他们颇感意外。蒋志国也是上海的老知青，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如今定居旧金山，成了当地有名的牙医。这次他忙里偷闲，从旧金山飞到拉斯维加斯与昔日的朋友们会合。1973年下放安徽，那么主要就是养猪啊，在安徽差不多养了将近5年的猪，那么当饲养过程当中有些猪啊生病了，都要自己，因为当时没有兽医嘛，都要自己给猪打针吃药，那么把它还要给猪接生，那这样对逐渐对这个医学产生了兴趣，所以高考一恢复以后呢，就考上海医学院。在整个人生历程当中呢，知青的吃苦耐劳精神贯穿了我整个一生，不管在美国打拼这个多少年，都是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啊，不怕苦，能吃苦啊，什么都敢于闯。我们这个3号车去码头，那么8点钟开船，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桥，一个拱桥在那边，那么到那边短暂停留看一完拍完照以后就往回赶。在聊天中，蒋医生建议自驾团明天可以乘坐游艇游览美国秀美的湖光山色。对这个计划外的行程，大家充满了期待。前面给我看看，找一找，发现有没有发现敌情？没有没有没有，一切平安，平安无事。一大早，自驾团租了2艘游艇，深入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交界处的鲍威尔湖，领略这个美国国家级度假区的动人美景。慢慢慢端呢。哇，不容易啊！哇，还不容易，来来来来。哦，谢谢谢谢，别急，别急，别打了，别了，千万不带呀。3、2、1，好。900多年前，北宋诗人苏轼说自己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还不到40岁，而如今这些已经年过60的老知青们依然意气昂扬，仿佛又回到他们的青年时代。这次60岁再出发的旅程中，沿途的美景风光令人心醉，而让一切更精彩的是他们笑对人生的心态。2013年6月15日，上海知青房车自驾团启程后的第10天，在经历了一段累并快乐着的旅程之后，老知青们即将抵达下一个著名景点——美国拱门国家公园。可就在这天，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险情。2号车跟在1号车后面。2号车司机突然发现，1号车在行驶中车身倾斜，这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行驶中极其危险，甚至有侧翻的可能。车队紧急停车进行检查。你瓦特了呀？啊？瓦特被拆了呀？跟在你后面的，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就好像缺点气，后面还有点飘了。一种可能性呢，它是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漏气没气，对吧？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管上下车有没有把它轮胎最好换的安全器件。换轮胎对于在黑龙江农场有着十几年机修经验的知青徐友群来说是小菜一碟，可是翻遍全车却找不到修车工具，这让大家很沮丧。自驾游的组织者刘伟勋立即求助房车租赁公司，电话却迟迟无人接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对美国夫妇走上前来，热心地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可惜他们提供的工具型号不对。五分钟后，一辆沃尔玛超市的送货车也停了下来，遗憾的是车上也没有配置千斤顶。眼看着日沉西山，自驾团团员的心也跟着一点一点凉了下来。这里距离营地还有100多公里，天黑前如果赶不到的话，只能露宿野外了。让人意外的是，沃尔玛司机并没有走开，而是帮忙拦下了另一辆车。这对年轻夫妇恰好携带了千斤顶。小伙子二话不说，钻到车底下就忙活起来。巨大的房车很快被撬动起来。轮胎终于换好了，自驾团从心底里感谢这些美国的活雷锋。虽然这些老美也许并不知道雷锋是谁，但是助人为乐也是他们的为人之道。真的老感谢，要不就没伊拉，阿拉今朝夜到，要么就在这里过夜了呀，就在这里过夜，也没吃没的，或者没电没水的。自驾游美国既是一次探索之旅，也是一次冒险之旅。但是老知青们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因为他们几十年的人生也像开房车那样有颠簸有艰险，最后一一化险为夷。一路上老知青们遇到了不少热情的老外，很多人都会主动上来打招呼，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在拱门国家公园里，他们十分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中文说得极溜的美国游客，大家好像是一见如故一般，围在一起聊起了天。你像克林顿总统，我看你还我在香港去过一次，去过一次，十天。你中文在哪里学的？一般在台湾学的。我在台湾学，学了多长时间？我那时候我是20岁啊，并不怕，并不怕，就两辈子说中国话。有人说痛快，你那个喜欢上海吗？喜欢上海吗？喜欢上海吗？喜欢，很喜欢。哦，谢谢，再见，欢迎到我们中国来。谢谢您，太客气。这天下午，房车车队驶入了美国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附近的宿营地。天色尚早，自驾团决定隆重地开一次火。平常呢，回到营地才是9点钟了，所以讲人也搞不动了。搿两天吃的这个方便面呢，我吃得来是难过死了。我平常在上海，我从来不吃方便面了，真的。那么今朝嘛，总算要改善一下伙食了，对吧？我要烧牛肉拨他吃，红烧牛肉，骨头嘛就是烧汤。再来看吧，收山不这个。老早嘛开始，阿拉回去啥物事也不会的。侬讲叫我啥个烧菜啥物事，侬讲16岁个小人哪能会烧菜呢？对吧？也是黑龙江上山下乡，造就了阿拉搿批人。侬讲回来，现在基本上从买到烧侪会个。侬勿容易，搿是为了自家生存，对伐？要为了生存，所以讲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造就我们这批人。阿拉今朝夜到就吃生拌沙拉，蔬菜沙拉。大家一道烧饭，夜到就蹲了外头烧烧烤啊，烧啥物事侪可以。蛮开心，嗯。蛮辛苦啊。哎，尽管阿拉蛮辛苦。是应该乐趣的。嗯。大家红炉子饭，大锅大烧，烧。嗯。烧
今天是自驾团出发13天来吃的最丰盛的一餐。潘平这次是夫妻双双自驾游，不过他不是在农场收获的爱情，而是在大返程之后36岁才结的婚。在自驾团里，潘平是伙食组组长，妻子小芳是卫生组组长。每到一个宿营地，两人就忙得团团转，被一致公认为劳模夫妻。来，兄弟们姐妹们，来来来来来来。谢谢你给我的爱，一生就是我的关怀。谢谢你给我的爱，老婆王啊，把我的工作，你终于真干了，兄弟。那一个趟打出来，目的就是让体会一下阿拉黑龙江搿种黑兄黑妹搿种感情，融入阿拉搿个集体当中去。迭个也是我一个蛮大的心愿。今朝阿拉60岁了，来到搿搭，辣辣介异国他乡，阿拉辣辣搿能介的情况下面，能够又唱又跳又开心，真的觉着阿拉每个人侪老尽心的，跳个跳，唱个唱，尤其看到潘平跟伊拉芳芳两家头那么恩爱，我们很羡慕哦。哈哈哈哈哈！阿拉开始，阿拉开始。哈哈哈哈哈！大清早又内开，内开，不是内开，要内开。没有没有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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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拍到。要打内开。暗夜里，自驾游的组织者刘伟勋喜极而泣。我想今朝搿能个快乐，人生难得几回。我们都已经60岁了，真的是我相当感动。搿能个各种快乐，从心里向快乐，而且想笑笑笑笑笑笑想哭。这是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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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坎坎坷走过来了，现在生活越来越美好了，尤其是阿拉这个退休以后，这个阿拉一定要度过这个黄金的10年，这个最开心的10年。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的感情比什么都深，你说对不对？永远一辈子都是朋友，真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大家围在一起，有欢笑，有泪水，心中怀着对过去生活的追忆，而更多的则是团聚此刻的喜悦。这是一个美国仲夏的夜晚，这也是一群中国人的狂欢之夜。在经历了10几天的旅程后，老知青的美国之旅很快就要接近尾声。这天，他们来到了享誉全球的黄石公园，这里不仅以风景无限的山峦、峡谷、瀑布、河流著称，而且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这个一规定要来了100米以外，不好去接近伊，不好去惹怒他，不能喂食，最好不要有噪音。伊还要发脾气。还有，搿搭附近有的熊瞎子的，大家安全要当心啊，勿要被弄等当中等夜饭吃了啥嘛。好个 ，OK， 搿么阿拉上车了，好吧 ，OK，Let's go。黄石公园还是地热活动的温床，滚热的泉眼比比皆是。伙食组组长潘平突发奇想，要给自驾团增加一道下午茶点心。哇，那还烫了呢！烫了，烫了！这个要烫，要八九岁不啦？啊，不八了，搿个就八度了，伊滚了，八了，八了，滚了，等于滚了。我这准备做清点。
四排好队，五。好，搿搭摆辣旁边银行证勿要紧个。哎呦呦，搿搭热，侬看到伐？搿搭崩了。搿搭崩了喏，上来侪崩了喏。上去后头排路。马上就能吃了。好，哎呦呦，搿一毛跑侬看到伐？来再。颜色变了深了，好像。那个直播两千平米，罗毅嘛，先弄好比多少了？见者有份，尝一尝，尝一尝。哎呦，非常好，哎呦，好，那吃归吃，蛋壳不要掼了，个刀。没人这个。可以了 ，OK。你看，这不要粘我手。OK。搿只是 OK。Israel。刚好呢 ，OK。老婆饼了，只能吃。啊。吃掉了，很好吃。哦，可以。来，呀。哎，全生吃了。来，我来啊。哇！就在黄石公园南了，国家南了。好，就讲外国人到美国来，黄石公园是必到之处。必定要去的。今朝来了以后，我们不虚此行。阿拉看到了噶许多动物。哎，阿拉运到老好，今朝。哎，狐狸，我也看见狐狸了。那我没看见。哎，我看见。熊瞎子，你们看见不啦？看见了。哎，拉了右边。哎，看见了。老知青们看到黑熊、狐狸这样的动物，思绪不由回到了从前。当年在北大荒黑土地里干活的日子，仍然记忆犹新。而如今，他们早已退休在家，准备好好的享受生活，安度晚年了。阿拉认为，这个退休以后，从63开始，这个往后的十年啊，对知青来讲是一个黄金十年。为什么呢？肩上的担子呢卸下来了。本来呢还是小，养家糊口，承上启下，还有老人什么，对吧？现在子女呢都成家了，我们嘛又退休了，经济状况呢也没有过去这么窘迫了，所以讲要善待自己，好好的度我们的晚年。